Hey yo， 我是波子，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Google 家。第一件事我要讲的就是，哪条毛呢发明 Google 家这个留言系统的，黐线的。首先我多谢 Google 家新增了一个热门留言给我，等我不用碌下去看那些热门留言嘛。但之后我发现原来是冇尽用的。首先我们有一个翻译功能，冇用。观众留言的时候可以打一条 link 出来，冇用。留言可以打篇文出来洗版我都算了，最重要是留言那版嘢是永远不会更新的。即是就算有几千几万个留言，你都只可以看到几个月前最佳的金句，头香二香 good。如果你打个评论一定沉底没人见到的话，观众还想留言咩？再不是，如果多富皮的片，对片主的打击就越大，因为大部分热门的留言都是垃圾、样衰同埋头香，然后 thanks to Google 家。这种留言是一直会搭在这里直到永永远远。第二样是他要所有人都连晒 Google 家才可以留言。那我们本身的 YouTube 交用来托的，现在我看 YouTube 定看 Google 家啫？我在 YouTube 留个言啫，关 Google 家米奇老美事啊？相信小人口里说忽，身体却很诚实。好，我申请。咦，申请名好严格下喎，要用真名喎。个姓就打笑啦，跟住波子啦。哇，仲会 check 过先批，咁就冇人用假名啦。然后 one more fish， 啲人咪又系改名叫比加超同埋耶稣，唔通耶稣睇 YouTube？ 佢仲锁晒我哋嘅 inbox 留言，逼我哋一定要入 Google 家先可以 check 最新嘅留言。卑鄙！不过好，我的身体都很诚实，我用。我咁样揿右上角嗰个 Google 加动态，然后，每日多了几十个 Google 加状态，是几十个啊！首先我完全不知道社交圈有什么东西用，无神神有几十个人加入个交圈度，还要是几十个交圈啊，老细，你当我是拿都多食份肾咩？半仙。然后有人按一按个 like， 啊唔系，系加一掣，即系点啫？一加一是小波子。咁好啦，我谂住睇下观众嘅最新留言嘅啫。又要在几十个动态度找，找完之后他又连到条片度，连完落条片度，我又要碌翻落去，再找翻观众嗰个留言。咁我找啊，我找啊，找啊，我找啊，我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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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！然后真系咁啱俾找到个留言，我谂住回复嗰阵时，个回复掣喺边度啊？个回复掣喺边度啊？个回复掣喺边度啊？咁我仲点回复观众？ Google 家你开翻个教学教我啦。YouTube 仲话新嘅留言系统令到大家嘅留言更加有意义，更加互动。但真实嘅系个留言系统唔单止冇好到，仲差咗咯。我明 Google 家想多啲人用 Google 家啦，但系你要有用先得噶。冇乜人想用，你仲要逼人去用，最后咪整令 Google 家更加黑人憎。老实讲 ，YouTube 系一个俾大家可以互相分享，一个互动的平台。大家喜欢它，除了可以轻松地看片之外，大家还可以随意地留言，大家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简单就是美嘛。现在 Google 家的留言不单止越搞越复杂，还令到我开始没有那种期待新留言的心情。因为就算 Google 家说我知有人留言，我都不知道怎样在条片找回大家的留言和回复大家。其实大家拍片上 YouTube 都是希望跟观众可以有交流，同埋得到观众嘅启发，去拍更加好嘅片啫。如果各位观众留咗言，但系拍片嗰位系回复唔到各位观众嘅，咁我想问，边度有互动性，边度系有意义嘅留言系统 ？YouTube， 你尽早改善呢个问题啦。你改唔到啊？咁不如你换翻以前嘅留言好俾我哋啦。